就我闺蜜，她说晚上请我们两个一起吃个饭，她明天就搬走。啊？那你怎么不提前和我说一下？我是好歹捯饬一下。我也是刚才知道啦，而且你现在也很帅。哎，那行吧。他已经定好位置了，就在前面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他路上有点堵车，还有五分钟就到了。前面再等一下他呗。宝贝，我来啦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事情啊？让我看看是谁这么有福气，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女朋友。这是你啊？你们认识啊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哎，你不就是那个？你记错了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。没有，我记得你。你记错了。你敢什么情况？没什么情况。来来来，谢谢他，想吃啥千万别跟我客气啊。什么我？我告诉雪儿渣男的事儿，是因为我怕雪儿吃我的气。哦，我完全来接回去，本来想着怀疑我。说过你。今天也不早了，你快点回去吧。嗯。怎么了？是摆菜是吗？啊！我记得明天就搬走了，这太好了吧？走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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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别闹了，快回去吧啊！那你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好，你快回去吧啊！